泡沫晚安 ，DJ 晚安，丽华晚安，何恩晚安。谢谢念念送的深红和服 ，DJ 送的巨蟹宝宝，念念送的水蓝和服。天哪，大家吃晚餐了吗？思涵晚安。我刚刚一回家，然后我就开始睡觉，然后睡到刚刚。变成今天你们晚安，细手晚安，晚安。下午时光晚安，空白晚安，令狐七雪晚安，谢谢变成，谢谢你们送的巨蟹宝宝，卡丘晚安。大家晚安，浪客六十一晚安，中啾啾 ，Hello， 谢谢卡丘分享的直播间，新野人晚安，好累哦。谢谢九段分享直播间，安吃饱了，我还没买晚餐，因为我刚刚2点多吧，我还2点半左右吃午餐，然后就刚回家，然后就觉得很累，然后就睡着。北极星晚安，司徒向晚安，吴亦凯晚安，张志祥晚安，嘉手晚安，钢铁阿峰晚安，阿丹晚安，嘉哥晚安，熊猫眼。晚安 ，Jack。晚安 ，Andy，Andy T W N D T。晚安，谢谢家小送的 Love，C B R M M。晚安 ，U K 男子晚安，杏林晚安，嗯，好可爱，谢谢钢铁 Evan。我现在我现在很那种刚睡醒的。还是其实听不出来。谢谢卡丘送的巨蟹宝宝，七十二星是企鹅，晚安，坚持晚安，晚点回来。Lucky 晚安，晚安，晚安 ，QQ 男子星巨蟹宝宝，谢谢。Hello 浪客33754314是不吗？有点感觉，你知道声音还 KK， 就还没有醒过来的感觉。我刚闹钟设5点。我好像2点半开始睡觉吧，然后我想说3点要起。不对，我3点开始睡。不对不对，2点半开始睡，我想说，不然我5点起来好了。结果闹钟设5点，结果睡，然后看起来的时候已经，哇，已经几点？6点20分。练去练习，对啊，累，超累。功夫阿古晚安，翔毅晚安 ，DJ 晚安，真有味晚安，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关定位，然后关完之后我要开播的瞬间它又自己打开，失忆，失忆吗？落日一笑晚安，傅伟晚安，让我稍微睡。对，我也觉得完蛋完蛋了。谢谢傅伟送巨蟹宝宝，君子凤仪晚安。是熊，这个吗？谢谢 林安杰晚安。今天规律，你知道晚回家就睡觉吗？第一时间没闹钟，首先至少一天上，不知道上学会迟到。晚安，主播是桃园吗？不是，我是台中人。塔瓦哥晚安，涛哥晚安，风车米晚安，卡卡吗？草莓酱晚安，俊颖晚安，好像是真的吗？好像蛮多人这样讲，可是我觉得还好，要清个喉咙啊，怎么那么 K 呗？
小易晚安。杰西有空白送你看好你哦。但本地很像是真的吗？子冰宁，主播是高中生吗？对，我今年高一。名字起我像团体咩？可是我觉得我长得其实蛮台的，妈，谢谢草莓奖送的 love， 谢谢，不是，Hello Cat， 晚安，老了，什么东西，老了，点，什么东西啊？点播先行自主 ，Beyond Ten， 好，等我一下哦。现在就还是有点想什么？你知道现在就很奇怪吗？很奇怪吗？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老啊。你说很操劳吗？新型病毒，我没有听过别人的病。扣扣是家嫂的，晚安，玄阳晚安。谢谢真有味的追踪，午夜文晚安，晚安，空空晚安，你太老了，没事没事，大家都会老。哎，行行 ，Hello， 这个电脑。谢谢钢铁暗粉送的巨蟹宝宝，国树晚安，家树晚安，蜜蜂燕晚安。谢谢钢铁暗粉送蓝色应援棒。他怎么开伞啊？我发现没办法，我还是这么可以。卡卡吗？谢谢浪客九四七岁最终生就一个谁谁谁年纪上啊，年上啊，是这样吗？思源晚安，我最后看到今天是思源生日吗？是吗？不是杨雄啊，刚卡了一下，应该是我因为现在用热点，然后在分享电脑。Wilson 晚安。只开一下晚安，杨雄晚安，打卡晚安，安迪今天很忙很忙很累，2017年，何恩晚安，令狐喜欢，可以哦，这边 OK 吗？直播 OK 吗？因为我发现我电脑很 OK。没有 BNK 的呀，是我找不到吗？蛮顺的。真的吗？我怕会账号卡。国安阳晚安 ，KCS 晚安，北仓晚安。没有啊？要打什么才会有？这个吗？那不是阿基拉晚安，不会卡，好，浪客四三一晚安，要怎么打？要打什么 ？Hard， 好奇怪 ，H E A，
R H E A R T。谢谢阿 Kira 分享，昨天在忙啥？我在忙着找，哦，有了耶，这个吗？Hello 俊颖，鱼尾狮，谢谢阿 Kira 送心心相印。我在想说这到底什么意思 ？Gata Virus， 我知道 Virus 是病毒，心爱心嘛 ，Gata 是形状嘛。是吗？念念晚安，谢谢阿 Kira 送新之冠。他现在这脸上有这个，还是一直都有，是我没发现。不行，我这看起来好好刚睡醒哦。没有仔细过很多什么东西，怎么？今天是我飞超级波来回前面模拟器哦。我想说什么东西？泰语对，刚刚公司你他点播泰语版。谢谢阿 K 说新机关一直都有哦，真的是我没看到。爱泽泽阿泽晚安，夏夏晚安。第一天，我也第一次，其实我真的第一次。为什么我看着，这么，整个人很苍白？命也。晚安，谢谢新野人送 kiss 嘟嘟。其实我前几天我在 PTT 吗 ？PowerPoint PTT 对 PTT 上面看到的 Lapo， 然后我蛮讶异大家对我的印象是说，本人看起来很小只，意外的小只。说卢卡跟橘子，而且最喜欢谁？谢谢公车迷，加油晚安。谢谢浪可九四七送的玫瑰加入特晚安，应该说咪咪咕梦版本今天的月这个吗？啊、哦，他们是有三个人对分成一个小 team unit 概念。吴先生晚安，熊的眼睛被毛遮住，还是好啊，我要开一下。好，没关系，本来就很瘦小，现在上这小尺寸那么可爱，谢谢。谢谢啊，不是，怎么那些呢？那本来的小尺，对吗？因为我其实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觉得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吃不了，杏林丸，龟肉。试完回来，这么快吗？我刚开播七点，现在14分钟，太快了吧？我刚刚原本想说四点要起来看直播，结果睡着了。萱萱晚安，钟情晚安，大家都空白。世故晚安，晚安，大家吃快一点，这么贴心吗？你说这样吃太快，可能消化不良。我每次吃饭吃很快，可是不好说。我刚刚中午还去吃大虎，结果呢，我点完之后。他来10分钟内我就吃完了，我吃了10分钟，那后来还好，就是吃完就很累哦，是不是该睡一下？我就睡两个小时，3个小时，反正我的消化大概没救了。不要这样，消化不了很痛，很辛苦，
很痛苦吧，就是胃会很胀，很胀，胀气嘛，常常一直断线，一直断吗？红叶板，那你用手机啊？一号有一个 candy， 感觉很可爱。因为他们uni好多人，那起身就爱情会很失控吗？很失控吗？可能会有，就是会蛮吵的。对啊，就是像汪汪就会带话题啊，然后就大家就很吵。你没有看汪汪跟阿姨一起直播，从来没看过阿姨这种黄样子。我有听说好像是什么阿姨说什么没有化妆什么心机巴拉巴拉巴拉。我就说，可是我化了一个小时欸，是吗？我没有看到直播。我在后面那根梨啊。对啊，会这样。我就会知道，好像会，真的，没人化不化妆一个小时。我妈说，我化了一个小时欸。一身妆被 diss， 说你又没化妆。他今天也化一个小时，他说我今天化一个小时，那就练习完就说，天哪，我一个小时的妆没了，直接脱妆，穿穿嘛，哎，是有阿帕吗？Hello Only Alpha， 话说佐佐明知道这期要把场景黄金世界，场景吗？为什么？你说因为很脖子跟眼那个、啊、不是脖子跟眼睛，我在弄眼睛。脖子跟脚都很长。晚安 Eric 0420，晚安。我觉得嫁长得很成熟，他叫嫁吗 ？JAA 嫁。丽卡都不，对，丽卡都不化妆。他说没关系吧，你会看起来差不多。可是他真的，因为他眼睛很深邃，就是整个五官很深邃，所以其实远看的话，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有怎么样，稍微打一下底妆，因为他皮肤也很好。Hello， 青苹果。Only Alpha 分享了，谢谢蓝云晚安。好，画一个小时，那下面能画多久？但是不是说两个小时吗？很好，丽卡天生真的天生自带妆感，这样很好啊，就是不用花很。单细胞晚安，宣言晚安，毛良晚安。是有苍白感。太白了，你看两个小时是基本吗？今天天黑 ，NRL 都好多块钱，会选吗？我们没有哎、欸，对，我们那个没有哎、欸，基本认真化妆是超过的，真的吗？阿尔法王也是在洗，是在洗干嘛？因为我是高冷容啊，其实我真的蛮不笑的时候蛮冷。保护队晚安，张明义晚安。因为我的声音还是像刚刚那样子，高冷安，安剪刘海嘛？对啊，我上哎、欸，这个礼拜。礼拜几？礼拜一去剪。花生糖晚安，小白兔晚安，三米粒 ，Hello。你不觉得我真的很高冷？不笑能高冷，不简单。真的吗？不是，不笑才高冷吗？就是很冷淡啊，其实。啊，卡住，太卡。什么时候一条 Candy？其实说实在话，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听的。今天比较亮，是那个吧？我刚刚光比较大，比较亮。这样，新野人晚安，吃饱没有？还没，
还没吃，我想说等一下下播再去吃。太咸了，毕竟不是多民族国家。没有吧？其实蛮多的、啊，像我们班上就。我们班就有一个日台日混血，然后我们班很多外国人，其实我们班有个台日混血，一个台法混血，然后一个在纽西兰出生的台湾人，我们就算纽西兰人，然后还有一个韩国人。谢谢 QQ 男子分享直播间，不说话蛮气质啊，所以说话就气质就没了吗？自己剪了没有？是去外面剪，所以有点短，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不会剪这么。谢谢花生糖分享直播间，谢谢变成新闻送去，谢谢宝宝，没听清楚，我刚讲什么？下播太晚了吧？因为现在还没有很饿，因为我刚两点多起，然后刚起床不就不想吃东西吗？因为很不想吃。你抱着群的名字吗？没有哎、欸，就是。一只熊，因为其实我是不太会把东西取名字的。哦，我小时候有把我的娃娃取过名字，但是我现在完全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不会看我吗？还好。安高的高事故冷处理，什么东西？高事故冷处理，一千多种选项，好像也是没真的吗？哦，它四分之一，对不对？国际啊 ，international 吗？没有，是刚好我们班比较多。现在念不是，真的不是，只是就是刚好。可是我们隔壁班有一个，那是哪一人啊？菲律宾吗？还是反正他就是长得有点印度吗 ？OK， 就算混血嘛，账号混血。你看，所以没有我英文。No， 这熊超可爱的。谢谢詹米手心秀选票六晚安。我也是，我是台苗混血，台北混台，台北混苗栗。中小通混建国南路吗？这样是什么？这样变什么？中间这样一个名字、哦、默默晚安，谢谢张宇送玫瑰，然后回你，真的吗？认真，喜悦，晚安，你说什么比较好？来一个英文自我介绍，英文自我介绍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Joanne, I am 16 years old and I'm AKB48 Team PP member. Okay, 就这样吧。请到快乐吗？现在是应该对啊，现在就是很就是 international 嘛，就是很多新住民混起来。人好晚安，混太多吗？可能你也混太多吧。哇哦，其实。哎，对啊，就是我妈妈是原住民，那所以我是有小有吗？其实没有，是混血吗？没有。听苹果晚安，切尔东叔叔吗？刚那个飘是怎么回事 ？NININN， 很难诶，运气算不错吧？清湖晚安分享的，谢谢。I am Jack, I am from 宜兰。你叫安妮轩老师会回复的。Well, you know, yes, that's all right. Okay, it's okay. 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外国人沟通就很厉害。我们外师就问我说，他要来班上找人，要找学生嘛，然后他就说。Where is 谁谁？然后我就哦，我就说他去外面打扫了。然后我就说哦 ，she outside。然后他就哦 ，she's outside。我就哦 ，yes yes yes。
然后就 OK， 就这样吧。有听过这首？有，原本这首歌是那个嘛，渡边美优纪，对不对？希尔晚安，加鲁特晚安，同人晚安，阿福晚安。嗯，谢谢保护路分享直播间，带带晚安。Hello， I'm Jackson， I'm from Indonesia， 是 Indonesia 吗？Indonesia。用单字，我觉得单字是背单字是最有效跟外国人沟通。谢谢保护队送的那香芋，他被感动没有？不是，他就是外扫去的。弄太亮了。Happy Love 晚安，杨雄，杨雄晚安。I want you， I need you。I want you， 偷渡奖晚安。哦，我是在那个，我好像是看到偷渡奖在 PTT 的 PTT 吗 ？PowerPoint PTT 的 report。Should we check in English in an live stream now？ It's okay， but my English is not good。You know? Yes, I know you know. 张明丽晚安，朱里恩晚安。好多组织，我被问过没有？没有。我一直很想被问你。我真的超，我讲过吗？我有一次在路上，我就看到两个日本人，然后在看公车路，然后突然来个外国人，他们然后就三个外国人在那边沟通，说要怎么搭。工程，然后我就说 May I help you？ 然后呢，他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走掉了。我就是啊，怎么这样 ？PTT， 我一直会把 PowerPoint 跟 PTT 两个东西搞，因为就是 PTT 跟 PPT 嘛，因为很像，因为真的很重要，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需要，就很需要会外语能力吧。月容晚安，香言晚安 ，PPT BS PTT， 真的来自印尼。有，你刚说的混血对不对？谢谢月容分享直播间，可以试试在什么时候？不要，这很尴尬。人家说你就等下被问说 May I help you？ 他们觉得我英语进步真的还不错吗？嗯，其实我这次断考爆掉，对，被无视。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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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哦，有这个有，其他同人家没有。我很真诚，我说你小声，我说没啊，好不用，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走掉了。Hello， I'm Ichibi Tsubasa， Ichito Mei as Hong Kong， 这是什么语言？就是你还怪怪的，就是看见我真的有吗？我没有吧。浪客六十一分享的，谢谢。花筒从新路选票，谢谢谢谢。晚安，请放心的德文。哦，这是德文啊，这不是那种有吗？他们会怕生吗？其实我慢熟型吧。我如果第一次见到的人，我不会主动去讲话。先听德文，没有，我刚好像有点事，因为刚刚。刚特别点了一首心情不足，然后就开始播了一连串，其实他们也不懂英文。没有，我刚刚那时候在听他们讲英文啊。你要说 thank you love lovely 什么，这个台语越来越高水准哦。德文段考成绩会寄回家？会啊，我已经跟我爸妈报备过成绩了。就是不是线上查，然后老师又传到家长群组里面，他说家长们已经可以上网去查成绩喽，所以就是你想要躲也躲不掉。中勋安，你提前晚安，怎么这样？手套晚安，那为什么要被演？你不会说英文？卢卡吗？卢卡晚安，黄鱼晚安，安刘好可爱。谢谢卢卡，我觉得，你今天没有注意到吗？我剪了一个礼拜了，
英語は無理けど日本語の方が話しやすいです。为什么有点到底有点什么，我看到英語は，我以为你要讲说母子开心，你们想这样妇女很多很怕尴尬，说不好提成绩，说好不提成绩，不提成绩不要提了。 Bonjour Je suis Spasa Je bin stay Hong Kong。 小影是国际人士吗？这很有 international 的感觉，是不是？嗯，看一看，看一下，没有，怎么这样？那 this and 吗？对啊，哎、欸，我在学校，他们就说，哎、欸，周佳你的刘海很好看，然后就是那只笑我，就是被笑哎、欸，好难过。我刚刚数一数嘛，然后头这样卡在这里，太卡了。好，我们就让他这样子吧。阿红晚安 ，Lucas Love 晚安，萱萱晚安。请原谅，因为他上礼拜就有讲说他今天不会。Apakah bahasa yang dari Indonesia 就是印尼语吗？我完全没有海。他吗？你说他这个太长，我也觉得他为什么越来越长？他是会自己头长是不是？印尼文也来了。上次麻油前辈不是有那个吗？麻呀啥呀什么麻油？不会，说好不提成绩台，不要提的，不要提。違います。是吗 ？Why Japanese people? Why? 什么东西？这样晚安，鼓掌鼓掌喂！可不敢笑，很好看，谁笑的？偷出来一个，直接绑冲天炮吧！不可以，我这样刘海会超，是啊，不是刘海啊，额头会。爆高哎、欸！卡住就不能代言新款性广告了，没有，我们就是拼命的输，拼命的输。谢谢卢卡分享的直播间。我们可以演那个卡住的那个人啊，你的刘海，你头发好看啊。然后我们就下一个人就可以出来了，说，我会说为什么你的头发这么顺？然后另一个人就说，因为我用了巴巴巴巴巴的洗发精。它含有什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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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真假，我也想要用用看。两个人 this， 我知道小易，英雄，您 ，Hello 您，谢谢你的追踪。你现在目前是真的吗？交交交交，晚安，中分呢？现在已经回不去中分了啦。我一定不可以帮你修修脸。不行不行，我让他被我妈骂，他就说你干嘛帮他乱剪头发，我帮他梳牙梳一梳，我说他都已经快秃头你还帮他剪，他的头也可爱，不行他太可怕了，你不觉得吗？太超高的不行，我觉得他回不去了。很奇怪。好，我们回来，就让一个洞在那边。新苹果分享人，谢谢。可惜了。其实我现在第一次见到您哎，谁是您？可以帮您选。哦，就看过了。公车名，谢谢你送的黄金四叶草 ，Love you。这是什么 MC 预告？什么 MC？ 这业配不及格，没有，我只是在举例 ，You know。他们舞蹈好有力。我发现 DNK 的 MV 都比较偏怎么讲，粉粉。自己的相关的时间没有，对照组。我的烫纸还做护发还是卡？你是之前自然卷吗？还是没关系，他看不到未来。我爸看，我看得到未来，很好看。用不停在旁分了，旁分是今天去练习，有啊有啊有啊，今天有啊，今天很早就回家了，你要有点好电脑，
卡丘日好 ，Hello 冰雪奇缘来了，这首吗？很多外国人都看不懂，我也没有听。谢谢新人飞到直播间。No so no international， 好，没关系。家训小燕晚安，这成语反正还超可爱。这个色调我很喜欢，很可爱。是在摄影棚拍的吗？哦。唐分吗？唐分是这边吗？这是唐分吗？先不要啊，有点奇怪。樱桃猫晚安，有的是在校园拍的。刚刚那个副歌的很像是什么？谢谢阿尔法送了告白气球，谢谢阿尔法。多寻找，我觉得不错啊。你截图，不要这样啊！总是放假。七月十四，西西晚安。我想说，因为现在不是19岁以下可以去那个吗？游乐园免费，所以我想说，不然，就我同学找他说。他说：“哎、欸，中央，我们一起去游乐园一三日游吗？还是一日游？”然后就说：“我们可以先去剑湖山，然后玩，然后再搭公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是从台北玩到就那种玩一圈环岛。有点环岛，再去对369，哎，好想去游乐园玩哦！超市晚安，年轻真好，免费去啊去！可是假如说有练习的话，应该不会。我就说啊，不然我们约平日好了，舒服的时候去，因为我就很怕，就说家里会有事情。新乐新改编安可爱安安十足，店里明天会更美丽。这是什么？真不错，我就吃苦啦，果然哦。Hello， 你就说吧，翘课啦，不行，明天不行。翘课，那你去过一大？有啊，就是通常毕业典礼不是去一大吗？你多没时间吗？练习啦，练习比较多。谢谢你分享了直播间，那时候有一个命，是同一个人吗？不是，应该不是。对啊，因为当我快耽误了高中生活，所以事情都是。怎么讲啊？因为我其实很怕说，假如说我这样请出去玩，会那个会被讲。哪一部啊 ？Hello 花生糖，这是什么歌？这首是 BNK48。其实我不知道它原曲叫什么，反正呢，它的泰文叫做 Ski no Season， Ski 下一个季节，知道吗？是吗？什么季节？谢谢果然问的这种订单，6月10号的大学，今天就要去买新衣服，要买。我想，好像不是都在前半段就出，宣布说要出神仙，厌世吗？可是厌世不就黑白的？其实，通常不知道哎，好吧，不知道。我们回到我们的原本是日文，他好像是写罗马拼音的日文。我有鱼丸，今天一起跟上就可以了。
我是跟得上来，可是我怕这样出去玩不好，就大家都在练习，然后你跑出去玩，这样会日语吗？会一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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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现在看你前面三个字，我是索纳斯吗？第一个字我不确定，我对片假名没有什么概念。阿贵仔晚安，我日期差一点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日期吗？之前都在几号啊？大家就是我记得都在十号以前吧。日本民族四月生出货了。四月生写，我觉得我拍的比三月的好。嗯，拍案吗？就是天天要表现，相信没人说话。不行，我真的怕。专评那个晚安，就弹性随身，等等等等。明金晚安，你在前面要练习吗？不知道。Sonas 没错，真的吗？在这里，玩翁的叫什么 ？Sonas。你觉得玩翁的？你说嗡嗡吗？是吗？安安穿护士服那个鞋。我觉得妆不一样，一定好看啊！都给一百分，庆玲怎么这样啊？大概三十分。我也默默在等。你喜欢在直播唱歌吗？说实话，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唱歌没有自信。可以玩，前面骚男是不是都会拉手？骚男是吗？也可以吗？前几天上一个说你不能，这个吗？什么梗？这首歌叫什么？这个那个 Keyboard Daily 之恋，中文叫做希望无限。这是我的爱歌，挺很可爱的，我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太长了。噔噔噔，卢卡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教你跳。安安唱歌好听，我都十足天理，这样吗？喜欢的礼物，今天是什么歌？人家都祝福你哦，谢谢抢麦克风的 MD， 这首吗？哦，对，那我就是两只金黄麦克风，然后这边跑跑跑跑跑跑冲，李夫人的第一个部分吗？李夫人。因为我节奏其实不是很好，然后我在那个迷你康舍的时候，我那个拿快乐美好的都难忘，我那个拿快乐我就拿快乐，然后突然音乐拿快乐 ，Oh my god， 居然抢了超多的，妈呦，真的难过，可是你才会越唱越好的。我觉得庆玲每次给我很多鼓励，脑袋断线吗？谢谢西西送的选秀会员选票，谢谢。断线吗？被影响到断线。皮皮的不用很王建国 ，Hello。我今天中午真的觉得我自己好可怜。今天嗡嗡跟熊妹都有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去吃饭，然后我就问玲玲说：“我说玲玲你要吃饭吗？”我说：“你要带酒吗？”他说：“我说你要带酒。”我说：“对啊，我要回家。”然后我想说：“啊，不然一起吃饭好了。”然后我就先去买了他酒，然后我买到一半他就说：“我先走喽。”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可怜，我就被丢下来。有那个能力啊，所以先来听。谢谢。
是你，我真的超边缘，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在那边吃大呼，我就一个人吃嘛，然后我对面也没有人，然后对我一个人吃午餐，然后吃吃吃吃吃，然后我旁边的妹妹就很过分，她就一直边看我，一直看，然后我就很想说看什么，超边缘呢、欸，可以约我们啊出镜，超边缘，真的边缘到不行，同人加韩 ，Hello。对，然后我就很可怜，然后不是有那个隔板吗、啊？然后那个妹妹就一直在那隔板上的摸来摸去，我就你到底在干嘛？然后她还走到我面前，然后想一直站在我面前看我吃饭，我就你要看多久 ？Hello 玉安，很多妹妹想陪你吃。我想跟他妈妈说，可以请你家小孩不要再看了吗？没看过一个人吃饭吗？妹妹为什么？妈妈为什么跟姐姐一起吃饭？卢卡这样有事。我想跟你讲那三个字，不行不行，然后会被 ban 掉，直播会被 ban 掉。谢谢玉安送的巨蟹宝宝，下次可以找其他前辈啊。那大家都有事情。是看到边缘到不行。阿米晚安，为什么不买回家吃？没有，我想说，因为我买回家吃完还丢的时候觉得很麻烦，我就很纠结哦，到底。看你选，没有，其实好，那时候我在打跑跑卡丁车玩，然后没遇到莫总，我就怎么了？第一次看人家在开赛车吗？谢谢阿米送玫瑰，念你吧 ，Hello。嗯，因为他们都有事情，因为找你报名三期，他年纪应该还不够，分他吃，没有他吃那个蛋包饭，我就看他的蛋包饭完整在桌上还没吃，然后他就走了，我就你为什么不吃了你的蛋包饭？你的蛋包饭还完整的呢，一定是觉得这个姐姐很漂亮，若是这样的话就真的太好了，是本身太久不敢下来，没有他年纪大概目测大概六岁左右。是不？你是不是想念他？那个节是你要说多少？还一个人？没有，还好，就是隔壁的叔叔，他也一个人吃饭。人家点餐点好久，你看那么好看的姐姐吃饭，看你自己心情也会。没有，那时候还可能还没有来吧。哎呦，对，餐来了，然后他就一直看我，就你要看到什么事？我不觉得这样吃饭有压力，我就吃超快，我就吃十分钟而已。葛瑞瑞长毛憨咯，你没事哦，你说你不是在那个吗？新嗯，谢谢嘉勋小杨送的玫瑰，空白送看好你哦，是你的蛋包饭，对啊，就那个应该是儿童餐吧，然后就一个蛋包饭完整在那边，然后没有吃到，他们就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吧，然后讲一讲他们就走了，没有那个好像已经上面写字，就是画那个。波浪，你很漂亮啦，谢谢花生糖丸，其实都是我的啦，是你的吗？他们两个人，妈妈跟小孩，不是那个吗？女仆看见会画一个，然后就说讲一些话，然后就跟他一起比爱心，然后呢，然后就耶，好，其实我没去过。叮当鼠晚安，学校有个肢体障碍，你看十分同意，什么肢体障碍？而且很有前途，我刚刚活动就很多像支持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应该，哎，那我是退休的时候该去补干。少女漫画，我喜欢珍珠美人鱼，小美人，珍珠美人鱼吗？小时候是看珍珠美人鱼，没错。新竹跟台北还有台中都在隔壁哦，超远超远。魔鬼太晚，哎，变成整体来变好吃的魔法，好像没有。其实我不是不懂，就是我不是，总让我。其实我不是不懂，你竟是他女朋友。拿什么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请原谅我的不成熟。可以去三创八楼那边有女仆，真学会。哦，你说，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很多都去那边吗？后来就是没选上。Moi Moi Q， 好笑。哎，前几天不是有个 Moi Moi Q？ 等等，为什么这么久？哦，是海天选。是啊 ，Moi Moi Q， 不行，真嗨。小易，嗯，多明，谢谢你的追踪，晚安。因为那个什么，二级是我的，是那个吗？那个全部二级的，他叫什么名字？不是讲的就是不太好。全品那个送了 ，love， 谢谢。女仆吗？搞不好我们有之后可能出那个女仆，会不会？可是我们已经有一件像女仆是吗？那个 Only Today。没实习，这两首是我想说的。小猫与哆瑞咪我有看过，我都有看过。然后，可是其实我现在比较喜欢，那个叫什么的，少年漫嘛，就是海贼王啊，妖尾啊，妖精轮啊，一拳超人。在什么 high tension？ 听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我听不到安安说张成俊，对不起，因为我刚想说美味要怎么讲，おいしい吗？哦，おいしくなれ、もいもい Q。其实我最近开始当你哥了，欢迎。先不要，露西五国。腰尾吗？腰尾，其实我最喜欢，没有腰尾没有神推，大家都喜欢相推的概念。豆豆先生喜欢把什么聊成喜欢爆，爆好笑。新的保鲜盒倒入真系统，其实豆豆先生吗？好像很少看。小易，谢谢分享直播间《百年物语》看吗？《百年物语》出了吗？因为我一直在等动画，我不知道会不会出哎。我看到动画那个第二，就是52集结束那个。吃了，吃了什么？还没吃，我等下自己施展。安野秀一晚安，加入看晚安，静静安床的，无意看晚安。我觉得那个哈比，哎，超可爱的。那让我推哈比好了，神推是 Jellyfish， 米芙真的是不喜欢，可是他们后来不是有些都变好了。继续不阿翔晚安，流浪到频道 Joyce 晚安，很久漫画。嗯，然后我帮我吗？百年物语漫画吗？宇宙兄弟我看过，动画。当之恋姐，银之匙，后面两个我没看过。田中弟弟晚安，百年物语出到第四集，刚出的意思吗？迷府全挂了，等一下，迷府之门。我后来好像二刷，我还二刷一次。百年突兀神龙啊，可是后来不是那个谁，那只它叫什么龙啊？蓝色头发那只龙，它叫做什么？刘世贤。好，刘世。刚进入银之匙的神龙。像很多人都有看过那个，对呀呀，雅克诺罗，他是什么啦？我里面是这样，真可爱。那个我黑历史哎，超黑。嗯，我心脏有两个活人，对不起，忘记剧情了。
衣服真的没变好，所以我的恶魔。哦，那本书对不对？就是那时候我就是那只不是跑地龙，跑地龙胖胖的，叫什么？亚库诺罗，是啊，对不对？阿库诺诺基亚，伊基亚，怎么念呢、啊？网球超能王子控，网球王子吧？超能王子是不一样的吗？我看过网球王子。这样子，对啊，对啊，那时候他一件事情，这里只是，我记得不是那只是瑟雷夫的亲弟弟，然后在战争的时候他死掉，然后瑟雷夫为了要救那只，然后他就研究了黑魔法，然后虽然救活他是变什么，就是反正就是那只是。那个瑟雷夫之书的那个被爆雷了吗？被爆雷吗？哎、欸，我以为你看完了嘞，对不起，在爆雷吗？因为我想到不是播完了吗？那不是播完了吗？END， 哎、欸，对对对对对 ，END， 一直爆雷一直笑，我以为大家看完了嘞。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还好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没关系，没关系。爆雷就是爽啊！因为重播，对啊，就是一直在播，所以，就是故，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没看，一直爆雷。大家会看的都看。因为他已经播很久了，所以我很想说三亚人，就不要管爆雷。上春晚，喜欢哆啦 A 梦，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我都是看他电影版的，电影版，跟柯南一样，就是电影版。晨晨晚安，赛亚人，赛亚人吗？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赛亚人。是那个黄头发的吗？赛，赛亚人，对对对对对对，那个黄色的那个，都是你，就是你家，全家，爆雷一时爽，全家，就是你家，哈哈，是干旱了 ，Hello 干旱。怎么看动画的？没时间了，没时间。啊，是不是头发的？是吧？猎人球爆雷，猎人吗？猎人好久以前，我那时候好像看到那个蚂蚁那边。我猎人没有看到很后面，我只看到那个。其实我，后来看到的时候有点乱，就是。衔接不上。这样啊，林晴让我嗯，全家不用看，哦是这样吗？等一下，我电脑快一点。四年前看过猎人吗？蚁王都在蚁王。这手套跟干旱讲一样好哎。还是蜘蛛人，这我看不懂吗？谁呢？蜥蜴人，停好久，停很久。我对啊，我记得好像播到蚁人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他就停了，是吗？然后就后面就没有看了，只看风云下海。小男孩，我只记得奇亚跟是叫小杰吗？小杰吗？里面都完结约定梦幻了，即将完结。库拉皮卡还在船上当柯南，他好多次，好多次说库拉皮卡在船上，船上这边是哪一边的？等一下哦，我插个电。哈，
新世界篇，那边我还没有看到诶、欸、猎人文当他会在长选举完就今天数长选举几趴什么现在几趴鬼面鬼面的结局我真的好真的不行阿龟晚安谢谢命送我的天道西索岛团长我对最有印象的哦手机电力啊现在77对可以升晚安没有我是问你说什么趴谢谢好一分享直播间晚安我这里最有印象是他们在那个塔然后小杰吗在就是跟奇亚两个人在要想要打到顶端去嘛那个地方嗯古文不下绝哥跟甜甜甜甜每次打的古文我都蛮问号的虽然我看得懂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古文比较好一点的对天空竞技场不用完结完美完结还不满没有因为我不是不满啊就是突然有点跳得太远就是上一秒刚回复成人然后下一集突然间回到就变成现代嗯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再多说一点后续新世界 Hello 谢谢浪客947的追踪住挂一半还要打第二次救火没有没有我想说他可以讲说变成人之后的生活可以稍微讲一下就这样也好像这样会没有一直没有结局谢谢手套送的 love 不可以指责安安如果安安有状况就刚好什么永远是什么应该不用插电这样应该 Hello 家伙晚安长选举那边播不啊长选举吗哦你是讲说会长选举然后我讲会长选举是吗会长选举小安快升高了对啊快要了可是哎现在几周啊现在6月剩一个月好开心啊哈哈哈哈好久哦好爽啊你要吃什么我要去买稀饭哈我你们觉得我要吃牛肉面还是要吃稀饭就是上次的羊虾还是我要吃麦当劳还是要吃摩斯还是要吃汉堡稀饭吗吃小葱吗牛肉面暑假变暖对啊做两个礼拜但我会考虑说那我暑假不要停了他们都没有放到小讯晚安哪来学的鸟会长幻影战士晚安陈景东晚安小讯牛肉面吃我们摩斯汉堡哇走慢走慢周末晚安还是我要去买便当来吃我不要嗯逍遥晚安谢谢陈景荣的追踪维尼晚安现在还有那个吗我觉得好像没有还是要吃自助餐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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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自助餐呢吃什么要下播没有我九点才下播不然买两凉面吗 ？Seven 吗？嗯，要吃什么？吃沙拉？不要。想吃沙拉吗？应该量完了，没有量哎，没有量体重。虽然量体重不是我的 get 的点，因为其实我没有很在意。对不起，咖喱饭啊 ，Seven 的。咖喱很好吃，乌蒙特咖喱嘛，室内加的好吃，全家的凉面很好吃。
我没有吃过耶，我通常都买冷冷，那叫什么微波食品，不是买那个 seven。什么热气咖喱饭？咖喱饭很热哎，太忙不好消化。叫小莫说，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对，玉超晚安，阿当晚安。现在体重都是40.3，不知道很久没有量。Hello， 浪客947。不要把我吃变成常态，对身体不好。没有，我今天真的是，我刚刚6:20起床，我想说，怎么我要出去买，还是不要？啊，还是我今天不要吃晚餐。可是不吃好像不太好。你只先准备明天下午看，第一次对不对？可是我明天要赶回台中。谢谢刚才分享小直播间又英文吃点饼干小猫啊，吃什么？还是我要叫五个想看透了，透了不在，透了在台中，对，台中，对，因为我是台中的。对啊，通常在台中，我在台北。空腹，小安，现在我没有吃东西，因为刚睡起来。怎么办？我觉得丢越好吗？吃优格，其实我也不喜欢吃啥，挑食怪。谢谢 Kate 送的 Love， 手套送的 Love。谢谢康米分享直播间。那是半夜的。对耶。用英文感觉太跳了，很好，很好，真的没事，正好吃个蛋糕。啊，嗯，还是吃稀饭好了。啊，可是我现在不想吃。嗯，要吃什么？该不会是肉食系？肉食系吗？我不喜欢吃菜，唯一的菜我喜欢的是地瓜叶，超级超级爱吃地瓜叶，因为。怎么讲？好了，我还在吃，想要吃什么？吃肯德基。我没有很喜欢吃肯德基，因为肯德基都会辣，都会辣嘛。就是它的水饺、面饭，来选一个面，吃面。但是因为我正在吃，第一次吃。那为什么不能吃？以后都金鱼公地可以。是啦，这附近有吗？那就面吧，还是吃？是吃荞麦面，那这样去买 seven。泡芙大叔们可以吃你吗？你们都想要被出去吃？我下去。微如晚安，有没有人吃？不要这小雨晚安。小猫说：“可以去宿舍蹭，宿舍太远了啦。”噗！还没看，我现在就被冲进这扇墙壁了吗？你在听《鬼灭》闪亮的声音？
我前几天看到那个，因为现在演算法嘛，然后就是 YouTube 就会了。他那次放了那个马友友的那个毕业的时候唱那个樱花瓣，然后我觉得天哪，这会不会有点太催泪的感觉？心也软，谢谢泡芙大叔分享直播间，超感动的，真是感动到不行，真的。突然发现这首蛮帅的，这首的 C 是那个吗？小女人。你会不会是吹？真的超吹的，不管天花板。你说紧身皮是吗？是吗？不是真的唱啊唱，纸飞机吗？为什么？啊，讲我在唱。我觉得毕业的时候觉得好催泪，不管怎么样都很催。对吗？菊粉老师，菊粉老师是谁？菊粉，我知道韩国很有名的乌鸦老师就是。Lia King， 然后另一个叫都是 One Million 的老师，紧身还会透到眼，真的、哦，哈哈，是我，最近你很烦呢，一直那叫什么、啊？另一个有趣 Produce， Teacher， 他这件衣服蛮，是 MV 的，其实我多才多艺，常有今天就跟他说了，都是一下。哦，对 ，May J 里哦 ，May J 里跟 Lia King， 庆里还有什么才艺、啊？感觉超厉害的。小一晚安，辛苦辛苦辛苦，真的很催吧？哦，诱惑，哦，テーマ都是吧 ？Teacher teacher no， その魅惑的那世界观哦，视觉的你我表现。我每次不会念这种都。中日夹杂，成全分享的，谢谢。好了，晚安。这俩才艺就是说，当说歌，就会说话是吧？很会说话。在念什么？我在念下面的简介啊。什么都随便说说而已，很厉害啊，很会讲话。可尼阿德尔森 ，Hello。这样晚上会不会睡不着、啊？还是其实洗个澡就会睡着了？好像不，我觉得每次洗完澡都好精神。但是啊，不是随便说说，哇哇。早起，其实我现在我刚刚睡太久了啦，可恶！你要是要撑着才对。哇！好吧，这首的衣服其实我蛮喜欢的。这礼拜黑要不要考虑换时间？可是播平日吗？平日都很忙。
有戴耳塞吗？没有戴。因为小助理已经说，嗯，我戴，还说你为什么要把 Switch 带走？对，我会被骂。他那种每天都在玩，每天玩，然后吃饭玩，睡觉玩，到处都在玩，一直玩，还带去学校玩的。Hello 米哟，晚安。你好，先安娜，没事。爱哭鬼小胖 ，Hello 妮妮，晚安。被霸占，真的做一点娱乐，每天都在玩。岛都是我，就是负责那个钓鱼的部分，然后抓虫虫，然后转，然后就说你到底会不会玩啊？然后我每次钓鱼就被那个鱼吓，他不是在假装吃嘛，我就吃瞬间就按，然后就他没有吃。对，这首我也好爱，可是这首歌真的很爱，他是在讲一个人死掉，对不对？你有几只玩偶？这边有三只，想买台哦，买呀买呀！你可以去家乐福看看，因为家乐福每次都有那种24000或22000的组合，然后它就是包一堆片子，然后一些杂七杂八的，然后就贵，但它的机子是原价。嗯。欧巴8+9 ，Hello， 熊猫也玩了嘞，有好变吗？有啊，你没有发现吗？它变短，原来是好大一包。对啊，我那时候买，然后还包那个健身环。阿华晚安。PSP， 我第一台Nintendo 的是Wii， 然后再来是 3DS。 他自己也听到这首歌想，这首超催的，我觉得有关樱花都超催的，真的。 Hello 钢铁安佛，米奇，我家都没有飞机。可是因为你是怎么讲，很认真念书，可是我觉得学霸可以偶尔也可以有一些游戏娱乐，还是其实你也会有，还是我都有学霸误会，好像学霸都是边玩边读书的。但比较喜欢任天堂系列，任天堂系列是怎么讲，讲到游戏其实比较偏向任天堂。哎，你有几岁啊？18，高三吗？高三毕业，恭喜要毕业了，好好哦，好好哦。我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轮到我毕业？什么时候？快，我想要毕业，高三哦，恭喜。学测啊，因为被班上的身上也欺负，所以毕业是解脱。为什么？为什么还好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学院学院直接坏掉，变成读书狂了吗？超厉害耶，学院说学霸是假的，哪有人学霸是假，然后考上建中，很像假毕业，不怕啊？没有，我说高中很想要毕业。谢谢刚才送去的小宝宝，但解脱我们太不危险了。然后你看，没有哎，我其实我会被班上男生闹，我就好吧，没关系，因为我朋友都会帮我。吉井明久晚安，我知道了，就是但是在偶像界讲毕业就是要离开嘛。哦，下一段。柳橙晚安，你喜欢什么料？茶类我都蛮喜欢。
谢谢米优的追踪。Hello 花城，有没有亏你是偶像啊？哦，然后哦，我会不会小时候偶像啊？然后那个打罗马，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就懂很多，他就说偶像啊 ，Go die， 然后就好哦，幸福晚安，金思阳晚安。这个偶像剧，其实我很喜欢喝茶，我会被讲说老人，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喝茶，认真爱喝。Hello， 两颗就是高带，真的。然后我就被啪，就是那个机器人哦，你像很像塞巴斯汀的那只，哎，塞巴斯汀吗？巴斯光年那只，绿绿，紫紫白白。就是他把我会把我吸管那只，然后就被另一只杀掉。他会想哭吗？我唱到被哭了。嗯，我觉得唱樱花瓣想哭吗？其实要看场合。对，我已经开始被嗯，谢谢米优送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假设同学找我。找我出去吃饭，我就说不行，我有事。然后我有时候会被班长说，哦，他在当直播主啊。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另一个同学不知道了，他就说他没有在直播吧。然后我就很安静，我就看着他们讲话，我就很尴尬。男生到市场吧，我更喜欢男生看男生凑 CP， 为什么？我感觉明佑长得可爱的、啊。Hello， 田中弟弟王。尴尬，真的，我觉得直播很，看你们怎么办？就因为另一个男生，他说就会跟那个说他没有在直播吧，然后另一个男生就说他等一下要回家直播。我就哦，怎么办？我要讲说我在直播还是没在直播？好吧，闭嘴好了。谢谢小甜甜送我的心心相印。小甜甜上分享直播间，这样是这样。我之前在 IG 看过你，我现在可以点。确实，对啊，就是对高中生来讲，直播这件事情，我会拿出来讲。嗯，里面好像不会的。不知道，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谢谢，不知道。我穿电子琴的小六十，你吗？小六了吗？很久哎、欸。其实就是多少会有一点直播吗？就是有点像在每天。对啊，怎么讲？对我来讲，直播就是跟粉丝聊天的地方。虽然就是讲说每个礼拜站播，也会觉得很累，有时候也会不想播嘛。但是我觉得，既然你要进到 AKB， 在我在这之前就知道说，就知道，嗯。就是 AKB 系列就是要直播嘛，所以就是在进来之前就已经先有预设性做这件事情。嗯，对啊，就是进来之前先了解一下会比较有心理准备啦。嗯，害羞，安安看过 IG 吗？对啊，明佑你是没有追踪我。他就谢谢点缀送的新吃罐。可是我已经戴牙套哎，对不起，我的手又来了，被吃掉了。有人，你看与你自己的感情好吗？嗯，应该说，怎么讲？好吗？感情好吗？我觉得没有到很熟，但是就是没有不好啊，就是前辈们见面也会打招呼那种。去看 SR 吗？
以前有。你用你现在才来追踪我。昨天第一次看，然后你就别跑了。什么？觉得基本的东西还是要知道。对啊，就是那个前面是最哈喽。你奶前辈吗？对不起，现在抱歉。没事，谢谢你的追踪，追踪，谢谢。你错了，没事。那边凌晨手机怎么看小孩？洗澡，好，先洗。你又坏坏，你又多多讲的追踪，谢谢。我不打招呼吗？哪个前辈最哈喽？是哪个还是哪个？你会打那只熊？哈喽吗？最哈喽那只熊，那只熊呢？哎，为什么你们都要这样子故意？你们为什么要退我追踪，然后再按追踪？庆玲，你是在哈喽？弄成是哈喽王吗？现在那个哈喽王算是就是怎么讲？因为就是学历的嘛，学历嘛，学历大考验，不要生气，没有生气。我觉得学历跟其实我觉得学业成绩跟你本人的就是怎么讲，那个叫做什么词，讲不出来那个词，那个词叫做什么啊，完了，想不起来那个词。学，我说学历，力量的力，可是没卷了。你说没有买到吗？没关系，我们学业成绩就是并不代表一个人的成就跟未来，这样讲吗？对啊，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都不一样。学历跟自己不成正比，这样讲是吧？田中亮送你玫瑰，谢谢。没错。小心你啊，才对，真的吗？我很喜欢去看别人说，就看着你有追踪我吗？哎，你没有追踪我，然后没有追踪我，到处查，查表功力 number one。耀眼的太阳连心连啊，吼吼。学历跟自己，对啊对啊，像超好笑，就是学校不是会做那个智力测验吗？然后我们有个心智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的国文 PR 在90，对，然后我的数学在 PR 3，超好笑，因为我数理能力就是不好，真的，年哥是很温柔，谢谢。依然有计程车博物馆，计程车吗？计程车博物馆，你说历代的那种三，对 ，PR 三，真的，我国文在90，然后我的数学在3，超好笑。第一次直播就被查过了，对啊，很久之前，有种，哎，这个人放的是陈绮的照片。谢谢西西分享直播间，可以却表现得很棒，自己随便写啦，那些有结合讲，你说几何题吗？我全部最高是那个速度的那个。你想天要塞，不要这样气馁，数学就不好妹。谢谢西西送新秀选票，点点点 ，Hello， 智力的数学就不用想，怎么会这么难？因为不会写，我只写了5题，然后可能5题都错。来一场 TTT Festival。总是有人在下面，好想看一跟二的，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啦，我还有3呢，我赢过3%的人呢，太好笑了吧？5题都错，可是没有吧？5题都错应该是1。我对数学真的很不擅长，对，我那个曲线图是这样，国文嘛是这样，噔，然后数学啪，然后再回去一点点艺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又自然啪。然后再回到速度，啪上去，就是一个曲线图，就是一个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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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吧？许英过三万步。对啊，还不错吧？可是我看我学霸朋友的平均值全部都在60以上。哇哦哇哦！喜恩 ，Hello。这电影超好，旅行都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东西都来。做家里超爱查我，因为我都在想说，怎么办？我到底要不要点进去看？要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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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元还不错，真的，走到飞，不愧是学霸。嘿，你听过日语版的歌曲吗？这首吗 ？AKB48 Best 八零。Hello 花生糖，今天就来查水表啦。那我是不是改天去查一下？花生糖类型我不。以后整安就出一个数学题，我一定全猜 C。我们化学老师啊，他说学生都很爱出 C， 所以他的考卷就是 A B C D E， 平均分配每一个选项都四个，就是你不管怎么猜就哦，对。然后我很后悔说我考卷没有全部猜 C 这件事情，因为这样至少会对四题嘛。结果呢，我认真写，哇，只对了三题，太可怜了吧。我总是什么？对不起。怎么的？上学都是苦瓜脸。上学吗？其实我还好，因为其实我发现我在直播跟在跟成员们相处上，跟在学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我在学校很安静，其实就是个小边缘。记错是远距离，对，这首是远距离，远距离海报。时间正好与你对望，不是恩啊，是我投票的。什么票？你的票在很掉。就是其实有时候像暑假放很久，你会觉得说好想学校上学哦。认真写只对三题，猜对三题。没有，是认真，是认真写只写对三题，猜对若全猜 C 的话可以对四题。几乎老师都会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很多老师我要数完就发现他的 D 可以超过，只是 D 的频率很高，或是 A 的频率很高。就是假如说你全部猜的话，你可能会比你认真写的分数很高。谢谢田中帝王送的玫瑰。嘉安喜欢哪些华语歌手？华语歌手，华语歌手，其实没有刻意去注意吧。如果真的要。讲不讲啊？会听的话是曾沛慈跟林宥嘉。第三档喝了葡萄酒就被查了，我怕吧？葡萄酒吗？第三档什么？葡萄酒工厂之类的。老师可以很简单的自动难过。化学结果，沛慈真的赞赞。很多人在星光认识他嘛，可是哦，还有那个对不对？终极系列。噔噔噔，怎么跳？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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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 晚安。很歌声很棒，对，我也很喜欢他的歌。很久真的不要喝，他很难喝，我快死掉了。酒检查，认真娱乐的配唱，对对对，娱乐，我们娱乐的距离。
大家讲，我喜欢看娱乐剧。哇，我看过前三集。喜苦曼可以完全喝红酒，红酒不都是很香吗？到底就是三终极系列到三国三黑历史吧？是我国文不好吗？你是 KO 三，那我应该是 KO 一的吧？还是其实我是麻瓜？Happy Innovation， 小薰晚安，人好。噔噔噔 ，Kevin Ray 晚安，都喝假酒，假酒，加进了是？对对对，那部。嗯，因为我觉得到终极三以前都很好，到后面就算了。如果用一般的 KO 榜，大概可以哦168吧。不要这样啊！我们不能用学历跟智力相比啊，不可以，这是不 OK 的。Lawrence Lee， 王思丹羽农，张羽农吗？王思丹也很不错。羽农我没有听过他的歌，其实。自拍天上，只 KO KO， 欢迎战士晚安。凯西安安知道吗？凯西是谁？凯西没有听过，我有听过，但我不知道他是谁。这的确没有关系，有人是一个人学一个反制依然。哦，这个凡子依然用的真不错。腰丹，什么是腰丹？黑幽满外麻瓜，我中漫我也觉得战斗力很弱。哦，对，我刚看到甜甜圈诶，不是那个吗 ？Mr. Donuts 租的那个，皮卡丘的，那个，那叫什么？甜甜圈，超可爱。可是我有听同学说那个。嘻嘻，下次见。好，什么东西？再刷。我昨天有买，因为我好像有听说那个什么，它的尾巴很难吃。嗨，嘻嘻，嘻嘻，今天都不讲话，一直刷，一直摔，一时爽。期待是卡丘，你那么喜欢谁的无敌？无敌全站在一起，真的吗？哦，对啊，他要考那个，对不对？重考海豚。噔，我想睡觉，也好累。那要先休息吗？因为。我觉得刷屏一时爽，一直刷屏一直爽，刷一波，因为真的身体不太好。像我刚刚很累，我回家就睡觉了。对啊，我觉得想睡觉，睡觉是我们人非常需要的休息。Hello， 天天 ，TTP Happy Rotation，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结果是三个区。真的吗？你说翻译过来吗？我以为他叫无尽寻找，结果不是。那整天都在睡觉怎么办？趁着反而没效率。对啊。哎，像我上课很想睡，我就直接用趴着睡。老师或者我就说，同学起床咯，到底是怎样才会一直睡啊？然后我就起来，然后起来大概一分钟、两分钟，不行，我好像我也快不行了，继续睡。是要是充电，真的，我觉得如果没有睡饱的话，什么事都做不好。
小时候被小薰电过。小薰，小时候，小时候，什么？那时候也是十年，真的，十年了，快十年，九年，再三个月就满十年整。大声钻石。买时间等你，中情人，真的，我觉得能睡觉很幸福。练舞很累，继续睡。没有，真的，我如果真的练舞很累的话，我会动作稍微缩小了一点，就是先让自己的心缓和一下，然后等到真的恢复，再用力去跳。感觉可能都老了，年纪一下就过了。无脑单细胞，什么东西？无脑。这单细胞吗？图片是单细胞吗？照片。这首吗？这首的上一单是看。这首的上一。上次，嘿呼嘿呼嘿，好帅！你们不是面团做的 ？Hello， 嗯，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好，先休息，晚安，西西晚安。晚安，早点休息。不是 Heavy Rotation， 是 Heavy Rotation。Heavy Rotation 上一堂是什么？晚安。下一次是礼拜，是礼拜一哦。谢谢西西送真情告白，晚安。晚安。鸡丝羊，马尾发圈，哦，马尾发圈。我也想跳那首诶，是那个马尾发圈，马尾发圈，哦，是在草皮上穿着泳装那个。聆听人们记得吃饭，我还没有，我还没晚安呐、啊，跳起来，嘿呼嘿呼嘿，你用你打了什么？怎么被？边掉留言了 ，Hello Mr 小红鱼宴，田中地表说息息相印跟玫瑰，谢谢 Pony Tail 居，苏喜观众拍的最多的，那是哎 Pony Tail 啊，还是那首哎，第一次来，第一次吗？可是你有狗狗哎，第一次来吗？你跟了。你跟了两场了，想骗人，超好笑，第一次来，寿司小时候想说 ，Pony Tail 出私喜，嗯，哎，上次路过而已，然后就逛逛。我说喜欢 Beginner， 我也喜欢 Beginner， 超爱 Beginner， 我们来听 Beginner。你们觉得我等一下还要再买饮料吗？新米炸鸡，新米，熊猫也在新米，真的熊猫第一次来，熊猫也第一次来，买再买，我已经喝一，不要，嗯，不要，为什么？现在可以，我也想买，大家买起来，无糖可以，我刚点什么？五点半糖，不可能，我是五年前，2005年，叔叔 ，Stevens，Hello， 哎呀 ，Position。
像卡这哦，卡这哇，吹一杯一缕，怎么吹怎么念啊？我在睡不着吗？其实我喝茶，我一个人想睡觉，我告诉你，好怕。嗯，我没有想到他没有那么快。呼呼，来再一次，卡这哇，呼一杯一缕。红泥太多图叔叔，哦，原来是叔叔，我想说什么？叔叔，虾虾晚安，绿绿很漂亮。菩萨里哇，第二双 C 的乌仔，乌仔，乌仔的五个很帅。谢谢潇潇送的我来签到 AB Fly， 为什么潇潇 No Way Man， 然后那两首舞都很难。明晶晚安，本家带演世界杯 日本球衣入坑，球衣 是什么棒球吗？最喜欢哪个前辈？本家吗？毕业的，毕业的蚂蚁应该说隐退，辛苦吗？可以送心相印，谢谢。Teacher 也很棒，热爱满心期待气哦，这气那个头，那头都把你哭到的。哇哇，哭到天亮。啊，嗯，等，没投到票吗？嗯，那怎么办？会不会下次还有活动？没有，那我就祝福你。那个，你说什么？签名、纸笔跟照片可以拿到我的。我想要跳那个波谷大吉哇。啊，上次听到这个，听到一半。哇，喜旺阿公啊 ，Hello。我以为他想唱街旅行。你看你最喜欢打的电影，你知道穿什么呀？以前的都知道。日本球衣吗？天都第一吗？好，哎，是你握手会回来吗？六月二七，娘娘跟天气，天气，啊，神七的部分，你看天气好像没有，你好像也是蚂蚁，平衡吗？啊，好啊，刚刚搬到很远，啊，赞，我们不在，保护大气。宇宙是特地吗？不错啊，这是紫黄耶，喜欢大人列车吗？大人列车，哎，我有听过吗？其实我很难，我不会记歌，我都是听过。想你了。What？ 什么？下礼拜是礼拜一？哎，是礼拜一，礼拜一。对，大家礼拜三又要陪我熬夜喽，要熬夜熬起来。阿飞晚安，今天是到几点？到九点。这张跳吗？我一直在练这一首，我觉得这首很难的感觉。大人练成好听啊！礼拜一居然很奇怪，对不对？我也觉得突然。这首是战争的歌吧？下周三了吗？礼拜一跟礼拜三，礼拜三要九点播。
嫁嫁就对了。香椿芽是不是很唱歌很好听的？也是一个分欧洲跟，被分到欧洲还是非洲的时间？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熬夜也蛮多。加速晚安 ，MV 在讲霸凌的事情。这首吗？大人列车吗？不会要来晚安，架架只会架架，真的只会架架。我都是怎么突然出现了？这是广东话吗？礼拜六吗？没有，礼拜六我的事情。小易晚安，下礼拜有吗？没有。怎么大家喜欢礼拜六吗？刚好礼拜六有事情。要去 B 站采用 B 站，你说哔哩哔哩吗？我等一下下播去看，这是13，对。哦，这里看起来好难哦，完了。晚安 ，B 站吗？哔哩哔哩。文生晚安，阿顺晚安。这暑假以后可能播三天，三天吗？分三天，可以吧？那让我就是播三天吗？一天两小时，三天，我看一下怎么分配哦。1.5，1.51 ，OK 吧？手套送了，谢谢。MV 好看，背包现在才发现没有开录影模式，哇，怎么办？那社长你命送到，谢谢，是 Cat 送的玫瑰，好的 ，OK， 你决定看过时间就好了，送了3颗爱心，谢谢。MV 是10分钟的那个吗？花喜欢阿公啊，最终谢谢。十分钟，每天都在工作。没档可以补了吗？我要上庭要哭哭了。哎呦呦呦呦，有 MV， 可是好长。他是这一首是附录在 CD 里面才有那个吗？蛮长的。消えてなくなりたいって思ったのは。我们叫他散步。录时间你要录些，可是我一个礼拜一定要播4个小时。是这个。什么？是雕像还是真的人啊？雕像。Grand Flash H 盘要收入来着，其实我最近比较少买那个，很少买专辑。本当だ。なんかもっとやばいかと思った。好。多分やばいでしょ。いじめの範疇超えてるよね。就播自己觉得舒服的方法。没有，可是4个小时。4个小时，我自己是因为觉得播两天这样比较轻松，因为其实讲话讲一讲，很快时间就过去了。哎，我一定要看，企鹅什么时候会出？这个我不知道耶，我认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公布，因为我其实我也很期待。知道，放心，我一定让直播档发好。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看直播的，然后回想我自己讲了什么，然后再去写直播报告。So day， 你，米顺晚安。夕阳我会叫我妈用网络网购的，因为上面很多人才会火。那时候不是有缺货吗？啊？以下的开播前都受到很严重的限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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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不一样。嗯哼哼。さっき赤く染まった彫像を見た。水
て分かった。これも私のせいになるんだ。先生、これです。うわ、ひでえな、これ。これもさくらがやったの。什么每个牧羊就直播的时间呢、啊？这可以讲吗？飘飘，我就觉得我不要乱讲话，我觉得每次乱讲话我都被天天念。TTP Festival， 还有看见我都买，其实我也都买，全都买，每一版都买。噔噔，花生糖睡我那椅子上。等等，那椅子上现在有两罐水，不，对啊，是吧？花生说用口罩，谢谢，要让我闭嘴吗？噔噔噔，小模仿晚安，扎明丽晚安，这母汤，母汤吗？说这句好，不要怕乱讲话。天天都是说，就说这是刺激性的资讯啊！我造谣，我没有造谣，你就说这个好像不太能讲，这个我好像不知道，我也不确定。然后我就，今晚用的是精绝版，我有买到哎、欸，我买了两个都有，就会越南语，但我。会注意。天天很凶不是秘密啊，天天就开心，其实很幸福。对啊，我觉得天天就是为我们着想，我觉得这样不错。就是讲了之后就会注意到。Hello， 变成谢谢你们。真的二手货是低点，勇往直前的分两百，都买来。你挂着谁的名字跟我说你的案？空花泪起，神推。谢谢沙沙送的星之冠，谢谢云送的巨蟹宝宝。好笑，小易被呛。Next 我们小弟弟弟啊，网通买都很多啊，因为就是没有照片，嗯，期待期待，我也期待。虽然我觉得就是，对啊，因为二期生我们都在猜想，说真的要上一个话是，嘟嘟嘟嘟嘟。阿贵晚安，古远的晚安，谢谢手套送的 love， 徒弟是来。虾虾不要再闹，你多少个勾勾？已经去跟三十场了，新来。露啦，露卡。现在还会有，有没有可以看到露卡？不错了。大人列车，对。我已经准备好备选了，正式承认了。我在等待那天出现。今天晚安。你临时来，幻影战士，你也在哈喽，你也跟了十八场了呢，你也新来，大家都这样吗？风车迷，前二十九场确实是买来的吗？来了喂，加藤安已经通过教主审核。新来的，大家都新来了。可恶，竟然很粗心，一直按错。没事啊，因为其实我已经蛮习惯大家都会专点出去。我相信还比我更多场。果然哦，大家都这样吗？你好荣幸，我是真的新来。对，宁次真的第一次来。宁次推谁？第一次。没事啊，新的很有新鲜感。好，嗨，第一次看直播我都出卖，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虽然很常在别台看到你，对，可惜那一可能不能看，因为只做了几个，
哦，对，我好像我有刚会转，一天天新版，我看到对，那你可以用网页版，网页版可以开很多点，你觉得呢？那我猜谁吗？妮妮，妮妮，然后韩寒跟栗子是吗？是吗？浩逸晚安。红心妹妹，加藤妮妮，哎，讲第二遍。Hello Miso，Miso 勾美了，哎，还有，别说笑了，安安好厉害，水表功力第一，只能选一个，好吧好吧，萌新啊，吧吧吧，夏天推我，亲你吗？不要那么闪嘛，谢谢虾虾送的掌声鼓励。超过虾虾表了。我很常啊，庆年我也常查，我很喜欢看你们那个三十日什么推巴拉巴那个萝莉控王出现了，我要把比较好说可以跟他互动的带完了哦，是是这样吗？我快乐爱的啊，我尴尬，艺人正在看，果然是水表吗？是大家几天错过？对，我都只看好像三篇左右吧。不，对，我有看到你打的，我都没查过，那也是用小账。没有，我哎、欸，我有看过手套，可是手套我是看你的 label， 就是那个 Bell Flower 的 label。我只是把你怎么自己坐上来了？你们都这样。结果没有半个单。谢谢手套送的 love。我觉得手套的 love 不是不 love， label 打得不错。手套的 love， Miso Hello， 好意思，没关系。谢谢安安之后，我有打三十字吗？天中地地广，你的 label 吗？不是你的三十字吗？该写了吧。谢谢 Miso 送的星之冠，我都没看到他抄水表。小一，小一，小一，因为其实我通常会去查，不，吓死我，都是看到那个你们 tag 我才会去看，我会顺便把后面现实动态点掉。天啊，对啊，他跟杰心两个，跟我，哎，我跟杰心两个人现在一起。小杰晚安，卡布。手套的 love 不错，讲错了啦！哎呦，金界大叔们，上次没标，很抱歉，没事。可是我有看到，啊，还是别擦，别擦的好会难过。所以我说是关心快乐爱东西什么？嗯，屁屁。为什么我每次关？哦，我每次关那个关位置都还是会，它会自己打开，好奇怪。太阳，嗯，噔噔噔，被乌查过水表，他还希望有大口照片。我也希望，就是可以放大头照，但我们之后可能握手会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金星，然后竟然在风衣上就是什么东西？对，我们哎，这样子分三场。我们来播最后一首，然后我们来念吧。突然想这首歌蛮好笑的，最近很红的一首歌。谢谢虾虾送的选秀会员选票，没有卷完。那你是单来我吗？跟快乐什么阿米晚安，这是逆风自己恨。是我才发现我这种小侄女，大家我有看到很多人在朋友圈，就是说对我的，不是看到你吧？我好像是看到谁，反正就说这个你喜欢你，不知道哪一首安全唱什么。拜拜，你要走了吗？阿米送玫瑰，谢谢。果然我什么我都选。Side majority，
是来看安安的。因为我好像不知道看到谁的吧，然后就发了这个。对不起，不会唱，不会唱。这首的 C 是平时，是吗？不是说没有就会被死档吗？死档，死档，死档。对啊，是因为那个。因为唱，我们看下面留言就蛮好笑的。谢谢大家，爱你。握手券取的方式有购买 C， 对 ，Yes， 对。可是网络上也会有些人拿来卖，是拿来卖券。但最好的方式还是买 CD， 对，就是想要握手券就是买 CD。真的很了解，就是我们完全只是每天过每天。我有看到有人想要卖的人，我上次是吗？我是看到 DC 有人想要卖生日配票还是什么，然后附带卖生写真是吗？是算小黄牛吗？切尔东晚安，是的。对，现在什么刘海还来得及吗？来得及，我还在，我还来得及。现在第一次被安安发现，对啊，你们超过分嘞，应该放我一排。安安军团，后面出现在第一集 ，A B C 在哪？好像没看过，认真的。那时候我想说你们在讽刺我吗？小孩子照片啊，谢谢。我也是觉得有一个粉丝是一直在讽刺我，什么讽刺？因为你们放 star 的照片啊，你要那种出道的。九点七分到二十分没关系，我们到十五好不好？没有，来凑个点数。哎，那么可爱，看吗？出道的小明星 ，Little Star， 怎么没啥印象？应该很多人有那张照片吧？你可以去，怎么讲？应该很多人有吧？不要黑你，那张可爱。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很适合那种可爱可爱。”然后我就想说 ：“AKB 是都会拍这种的。”然后我就这样，我想说：“应该会采这张照片吧？”我就好哦，就真的采这张照片，好哦，变得很多次就有元气了，吧，很自然了。有没有很 AKB 的感觉？很可爱啊，那个地方很……对我真的，你知道他那时候，我就很问他，他想用一个爱心这样。到了爱情，我就为什么用成这样？想要，应该蛮多人有了吧？我帮你们看看，应该打周嘉欣就一堆那个照片吧？有啊，一堆，超多，这张啊？为什么现在这个网页还在？我真的蛮问号的，其实。人家风很大，他是在风吹风。你就是上网打周家，你就会看到一堆白色系列照片。真的回来，很多安安加 IKEA 哥哥照片。真的回来。笑死，那黑历史啊！其实还好，我觉得这组照片其实
时候那时候马嘉有来按，马嘉有来按这张照片。怎么样？叫什么样？有按这张照片，他那时候来我 IG 按这张照片，这张。对，然后大家那时候放的照片是放这张啦，这张还可以啊，有些人跟黑丽这，对啊，对啊，那张好像已经关掉了，那时候很可爱，不过差现在一点，真的想要吗？网络上很多啦，其实。御饭团来了 ，Hello。嗯，蛮多的。Hello， 来念吧。我现在出去买东西还有东西吗？应该有吧。我们从第二十位开始，第二十名是小 A， 第十九名是田中第六王，第十八名是朱迪恩，第十七名是命，第十六名是找保护队，第十五名是钢铁安粉，第十四名是手套，第十三名是玉安，第十二名是 DJ， 第十一名是富伟，第十名是空白，第九名是变成新柠檬，第八名是公车名，第七名是命，第六名是西库马克，第五名是阿基拉，第四名是西西，第三名是虾虾，第十二啊不，第二名是田中电力王，第一名是阿法。喜欢两人季节吗？我喜欢，好听。你用二十一名 ，Hello 七十二是企鹅吉川，严书清，我们要吃。我不要，对啊，是就是那个照片啊，喜欢月官方照片，那是什么宣传照？咸酥鸡晚上会水肿，里面妆会很肿，快吃晚餐吧。我发现好像有点饿了，好像可以开始吃了。お疲れ様でした。以前都要讲，每次就是お疲れ様でした，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辛苦了，这几天办心脏给你查水表。你说，哦，我好像还不小心按到追踪，对不对？是吗？我不小心按到追踪。我又不是说 IG 想要查水表，然后 我按的时候就怎么追踪下去，完蛋了。就不小心按到，你有看到吗？不小心按到追踪。你看，我就不小心按到了没。我就一直按到，然后对，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んあん大好きです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摆几个 pose 吧。日本每天都流行这个，还是现在就不流行了？安安后天见，后天见。对对，不小心按到追踪，不小心退追，超好笑。晚安。对啊，不能都不行啊，都不可以，不可以私下联系。谢谢七十二十七友送的星之冠。こんばんは、さよなら。晚安。我要去，这很台式日文，好像会撞决心，好像。完了，庆龄，完了，晚安。おやすみ。大爱心。算过爱心吗？我这个爱心超难比。好了，我要关了啦，认真要关了。拜拜。